当年年初，某州年尾，有一栋人都被一同罢工起火，还过万火。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就伫屏东茶头来举办祝福泰山宫的法通，而乡亲去罢工的面头前来纪念，还过同爱对罢工的话都留下来，是对自家的希望，每一份平民的祝福。还过伫山区庙路旁，同也给六个字传出去，同亲戚朋友分享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金乐天花安乐，这顿地北宫的进行录音，录作的同心关渡祝福的花，共盆土地八公堂，为超多宣传合众十二太节庆，六对喜福将炮上发通，在屏东茶站设置的祝福太上宫互通艺术展示。对前多更加，其实我哋客家体表达感情为国服属，啊更加向上爱，勇敢说爱，本对所有身边方哈，对社会方所有人表达爱等对所有的祝福。客家事务处表示，客家嘅土地八公唔单止做得保平安，也系客家人嘅财神爷。发动安排前，土地八公特别协商打卡，有机会出到接财金。全部世界所有人地讲啊，喺客家精神当中，爱等对食子啊，相应也着对伊他人啥嘅尊敬，可以勇敢来表达。正月半夜，初八同初九，将会举行六对喜福奖炮赏，由最受民众欢迎的元宵奖炮赏比赛、客家特产物比赛，还有攀花比赛也都发通。今年韩国为超多环保用续，打造全新的三公环保奖炮赏，以三公贴号来推传统的纸炮位，本韩国多民众做得亲身体验。客家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。